您这个也是一样，手臂太多，手臂太多啊，手臂太多，有点控制不住，有点啊，锁不住自己的肩啊，所以你先用你的腿腰这块去用劲儿去蹬地，然后用腰去转，手顺势往前，然后在击球的瞬间的时候，你的食指一定要往前顶，要使劲儿。这个是直拍握拍的时候，你的食指、大拇指和中指是最关键的三个手指，一定要握住把，然后在一瞬间的时候。食指一定要往前，手腕往前顶，对，往前顶，别往上，往前，对。但是力量从哪出呢？从你的腿、腰，啊，转胯，啊，腿蹬地，转胯，转腰，然后再往前收，啊，重心可以低点，对。来，转腰，转腰，对，往前。你看你的手这块全开的，食指握住，往下压。好，往下压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嗯，慢点，对，哎，你现在你的食指还是没有使上劲儿，食指下压，啊，对，前臂放松，往前发力，对，好，压住，往前发力，收前臂。好，嗯，你看你手指用上劲儿了以后，你在击球那一下，你的力量才能够产生出来，是吧？对，你的食指一定要压住，你要压住是吧？你要不压住，你不敢用劲儿，你一用劲，你的板容易飞出去，所以你的食指一定要敢使劲儿，对。好，谢谢。